欸，我也讲错了，可以停一下。移动天下无难事，我是歌手卡门。我很喜欢唱歌，当我知道那个佛曲弘法会重演的时候，其实我当下是非常的兴奋，那所以我就马上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歌手班，能把自己的歌声和弘扬佛法做个结合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其实我自己本身曾经也是一个非常依赖手机的一个人，参与这个动呢，不仅能提醒我自己要善用这个手机，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一个讯息。那我非常感谢菩提工作坊会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平台，给爱唱歌的我呢发挥我自己的兴趣。现在我还是学生嘛，没有办法给予金钱上的一个资助，现在我能做的呢就是把自己的歌手的身份做好，把歌唱好，然后圆满这次的佛曲弘法会。普贤行愿佛曲弘法会之动将会在2017年1月7号和8号在汪萨玛就华小礼堂，和我们一起动起来吧。不怕